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何灿成，是协贫社区服务中心的副会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奕雄，我是协贫社区服务中心的 Interim Executive Director。协贫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注册的慈善团体，服务住在大多市的不同族裔人士。我们的使命是支持社区，增强家庭和谐和生活，提供资讯和培训，和服务不同年龄的对象。我们谨代表协贫社区服务中心同仁，恭祝各位猪龙入水，猪肉满堂，猪年好运，猪君健康，恭喜恭喜。